挑战。总统府前舞台上，蔡英文和赖萧并肩站在一起，主持人细数小英总统的贡献。就在这一刻，萧美琴副总统忍不住伸手拭泪，谢谢总统。萧美琴擦掉眼泪，随即平复情绪。蔡英文向民众致意，挥挥手，轻轻点头。小英走出总统府前，三军列队致敬，府内同仁也有人不舍落泪。总统府员工手举的感谢看板，现场掌声不断。而蔡英文要搭车离开前，先比手势称赞萧美琴米白西装相当大气，接着转头对赖清德总统喊加油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加油，你会比较辛苦啊。即便上了车后，蔡英文仍频频探头，卸任还是心系台湾。而在520前一天，蔡英文在 IG 晒出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搭乘空军一号，提着公事包走出总统府，代表正式卸任。最后一天下班日，涌入200,000人按赞，网友不舍留言感谢总统成为台湾的妈妈，让我们都能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希望卸下总统身份，蔡英文能够享受退休生活。三立新闻徐兆宇、邱道云台北报道。